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观察员频道，我是小瑞，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谁会想到，短短几个月， AI 绘画已经改变了设计、游戏、动漫、插画等多个行业的工作流程，无论是概念还是执行， AI 都已全面介入。在这样的技术发展浪潮下，提供免费 AI 绘画服务的网站也层出不穷，像 Leonardo、Playground、ClipDrop 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小瑞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AI 绘画界的后起之秀，它所提供的免费服务比前面几家都要更多，它就是 AITubo。 打开 AITubo 官网，使用 Google 账号登录。我们先回到首页，了解一下 AITubo 的网站功能。最上面就是它提供的 Models， 它的模型库非常丰富，并且除了个别标有 Pro 的模型外，免费会员都可以使用，其中也包括众多的 Laura 模型。这也是 AITubo 最值得推荐的一点，还没有哪一家网站可以为免费会员提供如此多的模型。 Community Feed 里面有大家的作品，你可以从中找到喜欢的图来了解它的模型、提示词、参数设置等。这个很漂亮，点进来，图片可以上传到云端，下载到本地，作为图生图使用，也可以放大图片、编辑图片，或者直接 Reuse Params 使用它所有的信息去生成，包括模型、提示词、步数、指导量表、大小等等。我们点击它进入绘画界面，会看到所有信息都带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把绘画的界面介绍一下。他家的界面也很友好的，如果你使用过类似的绘画平台，很快就熟悉了。这里我们也把 AITubo 的积分系统说明一下， AITubo 注册会送100个积分，加入他们的 Discord 频道会再送100个积分。除此之外， AITubo 每天还会再赠送50积分。同 Leonardo 不同的是，他的积分是可以累计的，这非常重要，你也许没有时间每天来画画，累计起来的积分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过来画个够，不过要记得来领哦。像这样一次生图操作，我们看到它使用了12个积分，调整参数积分消耗也会改变。这里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 DreamShaper V7， 这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模型，在人物或场景绘画上都有很好的表现，你可以重新选择模型或增加 Laura 微调模型。看这边参数，最上的 Prompt Enhance， 在你的提示词低于64个字符时可以开启增强，下面每次绘画数量调为2，可以节省一半积分。作品的长宽调整，指导量表，数值越大给 AI 自由发挥的空间越小，步数在20-30之间即可。原作品的 seed 值，保持 seed 值会得到同之前一样的作品，我们调为-1，让生成的图更随机。 Scheduler 目前仅供付费会员使用，这里可以上传图片，可以开启 Control Model， Control Model 的功能很强大，一会小瑞会为大家演示使用。现在我们生成试试，很快完成了，很美的两张。在这里点击 HD 高清，我们还可以把这张图放大到2-4倍。下面我们再试试由线稿生成一张实景图，点击 Image to Image 上传一张卧室的线稿图，打开 Control Model， 选择 Depth， 调控控制比例，贴好提示词，我想要一张北欧风格的卧室，提示词写的详细一些，有助于生成更为理想的作品，点击生成，实景图就出来了。小瑞忘记调图片的长宽比例了，再来一次。不满意只需要再生成一次，或者调整提示词或图片控制强度再来。以往设计师出效果图要数个小时，如今只要1分钟。再来一张。回到首页，我们再看看 AITubo 提供的其他功能。这里是图像编辑，这里有图片去污点、去背景功能，也有类似 Photoshop 里面的创意式填充。我们上传一张风景图，需要拉动右边的数值来调整这个框的大小，写点什么就删吧，看会给我们什么惊喜。生成，哇，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AI Talking Avatar 说话照片我没有试用，它消耗积分挺多的，我们来看看它的演示效果。 The strength is that one aspect of me, I am also a creature of etiquette。 目前还是 beta 版，也只有英文，想玩说话照片的小伙伴可以看小瑞的其他推荐，这里有 API 调用，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详细看看。最后 AITubo 也提供了 Photoshop 插件，你可以通过 Photoshop 来使用它的 AI 图片生成功能。总结来说， AITubo 免费会员可以使用的模型比其他免费绘画网站提供的都要多很多，可以让你轻松做出理想的作品。 Control Model 功能强大，图像编辑、 Talking Avatar、 Photoshop 插件等功能也是亮点。另外每日赠送积分可以累计，也是很人性化的设计，不过 Laura 模型和 Talking Avatar 消耗积分太多，希望以后可以有调整。如果你在寻找一个理想的 AI 绘画工具， AITubo 还是很值得尝试的。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或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能为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感恩。